我这边多一个乖乖，他整个乖乖躺在肚子里面，而且有听到心跳，所以等一下要给你妈妈手册。我们博物讲科花妈妈手册历来最年纪最大，57。因为这个妈妈手册，你下次拿这个妈妈手册过来抽血。那、啊、另外，以后我们的产检就写在这一本。哎，你这本妈妈手册应该是目前台湾，目前台湾年纪最大的妈妈手册啊。带走了你的小孩子，没有外孕，送给你，然后加一个洗衣。还是一胎没有变成两胎就对了。没有啦，一胞胎，我们换一个胚胎而已啊。你55岁以上只能换。有时候会分裂成两个啊，我们那里就有。是在7-8周才会看出来，就是本来一跳心跳，后来变两心跳，大概是我的经验是7-10周了。现在下会，因为我上次跟你抽血是11400嘛，所以是比你上次抽血是1664，对，是及格，它是1600，所以我今天就不抽血，今天给你妈妈手册。那黄打每天3次就这样子，因为你的情况你是完没有。孩子会流产，这是必然的，所以我不敢松懈了。好、哦，好，在这里。有听到吗？很微弱哈。不过你吐得很厉害，在这里。没有吐出来，会响响。有听到吗？好，有，这是57岁怀孕6周的心跳声。在这里，小孩子的身体在这里，有看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前面你等一下，心跳，再一次哦。好，有没有听到？帮我录到3波。今天只能录到那个看到，要听到依你这个周数，因为腹部穿破会慢一个礼拜，所以现在就录到这个微弱，不是很清楚了。等一下，我再说，这是57岁的怀孕6周，今天心跳有的话要给他妈妈手册，很微弱。这个应该下礼拜是比较，但是大很多啦。那你这个有骤转射体快塞音，我的经验通常心跳没问题。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前面等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是。年纪最大的心跳，你不要笑，笑肚子那个肚皮会动，会听到。我这台餐播还没有做过57岁的胎儿心跳，今天可以听到了，在这里。有声音呢，这是胎儿的心跳吗？它蹦蹦蹦蹦蹦。是吗？那个是。前面你等一下。